在新西兰买电子产品呢非常贵，所以呢，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网站，就是在新西兰算是卖电脑啊、手机啊这种数码产品比较划算的高性价比的一个网站，它呢就叫做这个 PB Technology，而且呢这个网站呢有很多我比较喜欢的功能，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。以一个公司你要用的简单的一个商务电脑来说呢，它的分类比较清楚，你看啊。它整个选特别清楚，比如说我要买一个台式机给办公使用，之后呢，它分类特别清楚。之后呢，因为我办公室可能我需要一个狭小的空间，然后这个性能需要比较高的时候，我就买这种 Compact 小机箱，非常小。点开以后，你可以看到价格。之后呢，它可以做到 Click and Collect，就是你在网上订了之后呢，马上过去拿。还有呢，它可以马上显示出今天就可以运出来。之后呢，你可以看到在点这几个 store 的时候，它会具体告诉你哪一个店里面具体有多少个 stock。如果是你在 head office 在网上订了以后运出来呢，head office 这个货很充足啊，12台。然后你要去 Albany 店的话，它有2台，就很清晰的告诉你每一个店里面有多少的这个库存。但是呢，它如果是 click and collect 的呢，是免费的。如果是你要 ship 的话，大概一般普通的话是5块钱纽币的运费。然后你可以在网上对比一下它的价格，它的整个的价格呢，是我对比下来比较的话呢，像是打印机呀，一些插排呀。还有一些网络的这种 router 啊、手机啊，它的品类和价格，在整个新西兰的电子产品市场都是非常有竞争力的。建议大家可以多去看一下，对比一下价格。